怎么就你自己啊？我舅舅他们呢？丁满他们送你舅舅去机场了，英国那边还有点事，就赶回去了。太赶了，没来得及通知你。怎么这么突然呢？怎么了？虽然有点不厚道，但我还是想说，终于解放了。解放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家里有个长辈，一天仿佛能过出48个小时吗？我不也是你的长辈吗？江叔叔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。此时此刻，你最想做什么？睡觉。我昨天晚上没休息。你再想一想。报告没做完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算了，我提示你一下吧。我刚刚想起来，我的身份证。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电视台广角江夏栏目的新人主播丁了了，这位是我的男朋友江凯。你好。多说点。你们好。他们俩怎么可能比我们恩爱啊？我姐夫话那么少，像我和我们连总监，我们的感情啊，说出来就怕你们馋得慌。现在应该算不上合租了吧，准确点来说应该叫同居。你别那么直接嘛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反正呢，我和我们瑶瑶是准备明年6月份结婚的。大家有时间记得过来啊。这次也要问住在一起的感受。应该是大家一起待久了，早就习惯彼此的存在了。有的时候江凯去外地做项目，即便只有2-3天，我也都会觉得特别特别想我。我上次说的是高兴吧，那这回显而易见了，更高兴了。那我就更加满意了。一句最想说给对方的话。明天也想见到。明天也想见到你。明天也想见到你。明天也想见到你。